做个裤腿就能做出哈肯点姆，这就是随机合成吗？太好了，看看哈肯点姆。哎呦，这可是好东西，驱逐火把。众所周知，咱们这边是有泰坦的，那平时也是会刷小泰坦，那这个火把就可以帮助我啊，守护我们的这个住宅的安全啊，周围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小怪出现了。奥利给了，左下角大喊一声奥利给，所有东西都复位。哦吼，正好我缺胸甲，穿上。不过龙水晶胸甲穿上是有副作用的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基岩胸甲这玩意儿没有副作用，而且加2000最大生命值，穿上穿上穿上。这装备是可以直接穿了啊，但是穿上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怎么讲，我们现在空手可能能撸石头，大家看见了没有，石头直接就碎掉了啊，非常的恐怖。另外这能做苹果，等会儿先看完先看完。我的天，虚无护腿换上，这可比咱们的重力护腿好多了，能回血，看见没有兄弟们，2000多的生命值，我现在有2360滴，可以说有点强啊，有点强。金合欢台阶儿，哦，基岩头盔，兄弟们，把欧皇打在我的评论区，打在弹幕里好吗？我觉得这一集我的欧气有点茂盛了啊，呸，有点太猛了啊，这一下子就出多少件神装？哇，拆解台全换，13个拆解台。你们知道拆解台有什么用处吗？刚才是什么东西出的头盔呀？是这个？还是这个？这个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胸甲是吧 ？OK， 咱们就6个胸甲。有人可能不理解我要干嘛啊？这个基岩胸甲是拿那个哈肯迭姆块加虚无块加压缩基岩，拿那些东西做的。懂我意思了吧？哎，可是头盔我刚才是怎么做的呀？怎么有点没懂啊？哦，拿这个做的，头盔也多来点，可以多出几点压缩基岩，到时候我们回家拆，这能拆出很多资源的。煤炭块，还会给我惊喜吗？哎呦，惊喜来了，黄金呢，兄弟们。众所周知，黄金也是一个合成方法非常多的东西，这就不要了。看一下煤炭块，这个这一批东西里边，哎呦，多点箱子，那是特别大的一种箱子。哎，台座，3个全换，可遇不可求啊！这台座错过了就没了。10级吗？如果是10级或者满级，我就要。其他等级咱就不要了，因为我们身上的是9级啊，比它低的都不考虑。耶！贤者之石，好东西，这玩意儿能转化咱们地上的那些个物质，沙子变土，土变沙子，还是非常有趣的。刚才苹果呢？这儿木板这个地牢里还有很多，对，苹果咱们就可以给它用掉。现在我们把工作台带走，去收集一下周围的物资。煤，哎，算了，3块煤占我一个位置，不能要。多出来的东西咱先放到这里边啊，没法合成的，这都是包括这个啊，拆解台这个好，不对，黄金好像自身就能合成。走，我们往前看看还有什么惊喜。南瓜灯，哎，我好像有夜视了，基岩头盔，有了夜视我们就可以干很多事情，比如说下矿都可以。哎，骨头好像一直没看啊，骨头是地毯，那算了。这边是一个井，看这边还有点木板，刚才我们已经把木板全都用掉了。我去，给自己劈了一下，还好我血比较厚，问题不大。来看看这箱子里，哎呀，火把就不要了，咱们都有夜视了还要什么火把。木棍倒是可以拿一下，万一正好出一个神器，对吧，就是拿火把做的，那咱们不就赚到了，嘿嘿。